是海角雷电波。PIP。我剪了这个光头有点像是佛陀，同学看到我都会说阿弥陀佛，师长一定以为我犯了什么错，甚至有人开始以为我沉迷赌博，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理由。我剪这个头只是因为我没有剪过，大家都会问我可不可以摸摸你的头，我就像个智障在那边给他轮流摸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假装友善要怎么做？人生的难关要怎么突破朋友的嘲笑，迟早会度过。Yeah， 不是很有名的吗 ？TIG。哎呦，他们叫我大光头。